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彦堂哦，我是他的助理。助理宝宝，宝宝助理。我们一样秉持的精神就是一镜到底，一刀未剪，而且呢就是直击现场，然后就是尽量拍仔细一点，给你们看清楚一点，这个物件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而且也把物件的解说尽量详细一点，如果有漏失掉的话没关系。可以打我的电话来问我。那如果你要加我的 LINE 的话，请拜托一下帮忙，就是打电话跟我说你有加我的 LINE， 你的大名是什么，我再按确认加好友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一定务必要把这个影片看完，看完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一间是不是你适合你的，是你要的。今天呢，我是帮一个好朋友赞助他的砖签。而且屋主也不喜欢被打扰，所以呢，外面的话，我是绝对不拍的，因为我怕其他中介业者就是会去找屋主，因为屋主在，他只给我朋友买。那我今天是友情赞助，帮我朋友拍摄这一支，他卖的是有建地的，这个建地上面是有建物，有权状，权状到一楼，但是，他这个呢是欠修理的。因为呢，等一下我们就是只拍内部哦，我们外面就不拍了哦。它的面宽呢大概是 4.5 至5米面宽，那深度等一下我会走看看，用我的步伐来走，然后就可以测试说，就可以大概了解说到底深度多少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欠修理的，已经很欠修理，但是楼上更欠修理。好。这个是真的建地哦，因为我们出去外面就是35米路的大马路，这边是台中市潭子区，它不是蛋黄区，它不是在市区的，的建地。那这个建地呢，总共几坪呢？总共是43坪，整栋起来是2层楼，但是它只有登记到一楼，每坪呢55万，你可以去斟酌一下，喜不喜欢？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价位？这边呢，靠近呢交流道一号跟那个什么74号都很近。这个是正雅潭路哦，正雅潭路上25米路吧，不是35米路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深度。等我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再讲一次，它只有一层楼高。我们跟你一样直击现场，上面是写二楼，但是只有一楼，除非这个是二楼，再上去。但是二楼是空空的。对，我们可以拍清楚一点。这一间呢，是不是真的面宽 4.5 或者是5米呢？我算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面宽5米。大约。对，大约5米。43坪，每坪 55.02 万。然后呢，总价是2366万。正雅潭路。上面的大马路旁边的一个店面，对，你看你，因为你看你是要重新打掉、重练，或者是现有的建物再来那个就是翻修都可以。那这一支，我现在今天拍的这一支呢会很短，因为我真的不能到外面去，朋友请啊，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啦，真的是欠修理的房子啦。我们看一下里面内部。OK， 好。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拍清楚一点，真的是欠修理。真的蛮深的耶。对，很深。我刚刚一路走过来。对。好好整理的话，绝对是很不错的。对。你要重新整理，或者是打掉重练都可以。这边是有一个厕所啦，来啦，有水哦，而且水压很大哦。来，我来。
超大的水压，是用喷的哦。真的、啊？那我离远一点。哦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不对？用喷的吧，喷泉，来。这边呢，全部都是用木板隔间的。外观呢，我就不拍了。外观是什么呢？外观是它这个屋里目前的话，它是48年，而且它是坐北朝南哦。那有登记的那个主建物坪数的话是15坪，其他的都是增建的。多少钱？多少钱呢、哦？2366万。嗯。所以它这个呢，你这边上面是写你自备款是要写，它是写说你自备款要2层，大约是473万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可以工商登记，坐北朝南哦。现在目前的那个全幢话是15坪，大概是深度30米，我刚刚算是不是30米啊？对不对？十强，嘿，这个是十强，严重。对，所以呢，它是增建的，那增这边后面就是增建的，对，这边后面全部都是增建的。嗯，好，包含前面这里啊，这个骑楼呢，铁皮啊，这个拉门啊，也是装上去的，就是也是算是增建的。哦，这边也是增建的，对，现有的增建，其实啊，我是这么认为啦。你要看你的用法，你要打掉重练呢，还是说现有的这些再整理一下都可以？那这个我已经在重复了。看用途啦，看用途。比如说，如果是做吃的，那就还好。好，这边做吃的蛮适合，因为我刚刚看一下这周边啊，很多的工厂就是要把墙壁啊、天花板啊、防水啊，可以卖空肉饭啊。我很喜欢吃空肉饭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影集我会拍得很短，所以比较抱歉一点。如果你有想要实际了解的话，打电话给我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了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有水有电。嗯，好。有门牌号码，因为它有建物。嗯 ，OK。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记得呢，一定要把影片看完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加我的 LINE 的话，打电话跟我讲你的大名是什么，我才有办法按确认加好友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有成立一个那个 LINE 的群组，就是富彦堂房地产的 YouTube 粉丝交流区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进去，然后呢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物件，你有喜欢都可以拿出来讲，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。对，好哦，谢谢你们。就拍到这边了，这一间真的我不能公开太多，因为好朋友已经10几年了，大概是这样子，谢谢，拜拜。